偷稿是吗？这样可以啊，这样可以啊。我没动你，你自己动手的、啊。我动你了吗？你丢干什么？你丢干什么？你挡住我干嘛？我在路过而已。我刚才去没收那个牌子，你在这干什么？你在好几啊？我们在这路过而已。我们在这里路过而已。为什么过来？路过不行吗？你在好几啊？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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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什么？你呀、啊？我们真的是只是。这么想干嘛？我问你，这么想老师？没有搞事。我告诉你，高一就是那种人，特别牛逼吗？特别牛逼啊！在哪里啊？哎呀，我的毛发都黑了。我们这是第一个，路上还就故意在这过，打牌干什么？我收点牌就扣你也没有啊，听说？啊，你是想搞事啊？你是想搞事啊？现在是你追的，我不放了。为什么把我牌扣了？我有牌子吗？本来就是我的牌子。那好，那我就收。我们这里路过又没人，你说路过就路过。那你说我在这，我一拍照，你不在这地方，你就拿拍照是不是？拿牌子不行，拿牌子不行，就不行了。你规定了吗？规定了。说啊，哪条法律啊？规定了，你可以去查，你可以去法院问。啊？你找老几啊？啊？正常老师，正常老师。对啊，你说路过我们没拍。他妈的，你以后你再这种。